这个是我们剧场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服装室，我们老师借服装在这儿楼上。这是图书馆。你们女生宿舍楼在哪儿啊？一个楼，就是男生向左边走，女生向右边走。那人数真够少的。现在还有人吗？在上课吗？有啊，有研究生在这儿，然后好像大三、大四他们回来排大戏也会在这边。要不要进去让你看一下那个明星墙？可以啊。我觉得我推开了一扇神圣的大门。大家毕业照就站在这个台阶上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传统吧，可能。我要拍，得拍出那个牌子，主要。对对对，得拍出那种毕业的感觉。太能了，我是来圆梦的。哎呀，这个是我们剧场，然后这个是那个服装室，我们老师借服装在这儿楼上。这是图书馆。你们女生宿舍楼在哪儿啊？一个楼，就是男生向左边走，女生向右边走。那人数真够少的。还有人吗？在上课吗？有啊，有研究生在这儿，然后好像大三、大四他们回来排大戏也会在这边。要不要进去让你看一下那个明星墙？可以啊。我觉得我推开了一扇神圣的大门。毕业照就站在这个台阶上，为什么呀？不知道，传统吧，可能。我要拍，得拍出那个牌子，主要。对对对，得拍出那种毕业的感觉。太能了，我是来圆梦的。